13日销售的数字艺术品是女主播登场，初始技能是热情的突击报道，召唤时按照几率提升 SPD， 响应玩家要求的特级销售，在 Play Mining TV 问卷调查中获得高人气的数字艺术品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